们攀登过体育的、科学的、艺术的高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大鹏一样子。一张艺术清单和我们分享真诚面对。大牺牲，大项目。写诗就要稍微。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我的回望一个。我的艺术清单超越记。超越是一个一大步的艺术。体现了一个国家科技。为每一次超越和突破喝彩。这个时代呐喊。我的艺术清单主题策划，敬请关注。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扬做客《我的艺术清单》，秦时明月，诗词的苍凉与悲壮带给他无限遐想。四句的这种七绝呢，我觉得王昌龄是顶级的高手。琴韵悠扬，穿越千年，在创作中与他为伴。我把磁带都快听坏了。书法之韵让他共振到超越心灵的呐喊。老远的就看到严氏加庙碑。范扬的艺术清单马上揭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的艺术清单主题策划《超越》。艺术是一种超越的语言，是超越时空的桥梁，艺术家则是超越的实现者，他们的每一次创作都像是一次超越的旅程。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画家范扬先生，聊聊他感受到的艺术的力量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画家范扬先生，欢迎您。好的，范扬老师好。朱经理好。范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他的绘画涉猎广泛，不仅擅长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还喜欢用笔墨记录新闻、记录生活。多年来，范扬创作了众多贴近人民生活、洋溢新时代气息的主题佳作。他在不断超越自我中获得了快乐，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我们同事跟我说您特别有趣，因为您经常会看新闻、看体育，看着电视上的画面，然后就顺手就开始画了，就开始画了。就是我有趣的画面、有趣的人和事呢，我就立即看到，就立即画出来。所以呢，我也觉得使生活更有趣了。是您画在宣纸上的吗？哎，画在宣纸。你看我画的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入场。哦。他这样走一个大舞台走下来，我觉得画出了这么一个流动的一个风景线吧。这个你看，这个霹雳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霹雳舞在2024它就入奥了。过去呢是表演的，那这一次在2024的奥运会上它正式比赛项目。这次杭州亚运会，霹雳舞第一次成为正式项目。对，你看他这样跳的时候啊，他这个脸是差不多是变形的，但是你感觉他的动作在闪动。摄像机呢，它是动感的，我们呢抓取的是最感人的那一刻，那一个情景。嗯，我觉得有点像定格吧。你看刚才那个我画的那个马龙啊，刚才它有一个乒乓球，它一个网子，虽然是用这个毛笔这样画出来，但是感觉很像，而且透过网还可以看到他后面手臂的动作，他的眼神，而且将要抛球的那一个瞬间吧。我觉得画的既像又有这个运动员比赛时候的那种瞬间感、专注感。哎，对对对，你讲力量感。那个是冰球，冰球。你看我处理得很好，那一堆人，你看在往前在争夺，而这个人刚刚打出去，再加上它的颜色呢，红的、蓝的、黄的，这三原色嘛，最有力量的颜色。羽生结弦。哦哟，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运动员，他的才情，他的那种表现力，他在进入了一种超过竞技比赛的那种境界，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一个艺术作品，顶级的艺术作品，已经忘却了比赛的状态。而且您看您这个视角也不一样，很有意思。包括我画那个击剑，我的感受是他这个人成一个弓步以后啊，从他的后腿到手臂到剑到剑尖，整个他是一个弧形，他是一种力量的全身心的灌注。从小我喜欢体育。你喜欢什么项目？后来我在大学里，我是大学足球队的主力。足球队？您踢什么位置？我踢的主力后卫。我还主力后卫，我左前锋。然后呢，每次比赛我都打得很好，我
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所以呢，我觉得我来画体育呢，我会比别人的感觉啊更加真切一些。亚运会您关注什么项目？有一个特别新的项目叫做电竞。电竞，哎，打游戏。哎，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终于知道了。我经常想，这个体育比赛跟我们艺术、跟中国画也一样，它是叫做心手相印。另外呢，可能运动员他们追求一种卓越，追求那种高峰体验。那么同样，艺术家也是一样，我们也追求业务上、专业上的卓越，我们也有一种高峰体验。那今天也很感谢范阳老师能够加入到艺术清单当中，我们从一首诗来打开范阳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各个作品。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骨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谢谢志宏，谢谢各位演员给我们带来的王昌龄的初赛，这也是您带来的这张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哎，他的苍凉悲壮给了我无限遐想，这是这首诗带给您的感觉？对，因为他这首诗呢确实是有一种悲壮的感觉，我想给人有很多的这个启发和联想，就感觉到这个万里长征人未还，它还有一种人性的关怀。在下面，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也是一种期待，使人民这个休养生息。我觉得这是初赛诗的一个很悲天悯人的思想，既有壮阔的境界，也有家国的情怀，还有对征战战士的一种万里长征人未还嘛。这中国人对诗词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怀的，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读同样一首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对对对，像李白的话他写古风写得很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下来等等等等。像杜甫呢写的长诗呢也特别的好，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史诗式的感觉。但是王昌龄四句的这种七绝呢，我觉得王昌龄是顶级的高手，所以呢我不但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读，后来我就特别的兴趣，我画了十首王昌龄的诗，等于是人们说的诗画，诗画呢诗中有画，我就在王昌龄的诗里找到了我的画面，我就把它画出来了。我画的这一组王昌龄的十张画并不大，但是我是工笔表现的，我当时画了100天，我非常用功的画画。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上小学，我们那时候房子小，
画室就在卧室里。然后后来我儿子写了篇作文，他说我睡觉睡到半夜醒来，看到我爸爸还像一个大皮袄一样的挂在椅子上。我觉得这个很形象，他说的这个挂在椅子上很形象，很好。就是读诗，其实人家是读字，但是您看到了画面。读的是画面，这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你看我画了明月，画了关，哎，龙城飞剑也画了，所以呢也画了后面的风起云涌嘛，有一支骑兵，有一个将军嘛，应该说点题的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因为一轮明月往往给许多人以无限遐想，那么在这儿他想到的是家国情怀，想到是手边的将士们的那种悲凉吧，也想到了国这个和平和战争的这个关系吧。我觉得画虽小，内涵却是丰厚的。除了这种边塞诗，他还有一种，我还画了他的闺怨，就是闺中少妇悔教夫婿蜜蜂侯。对，悔教夫婿蜜蜂侯。你看他春天有桃花盛开，桃花杨柳，这时候呢看到这个乡间有牧童吹笛，他既有一种情怀，又有一种思念，你说有一种怨吧，闺中之怨，但是也有闺中的期待。这个作品是叫送慰儿，就是一个送别的画面。一个官员要去赴任，另外一个人呢在湖边江边的送别，那是一个秋天的景色。诗中写了橘子，写了这个枫树，我觉得画出了一点秋天的景象。另外我画的这个水波延绵的推远过去，也是新潮作浪高吧。您觉得诗与画有什么艺术的通感呢？优秀的诗人他们出现在他们诗句里往往是画面。哎，你看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我就想这是画家观察到的，有动有静，有落霞，有孤鹜，有色彩。这个近大远小，近处清晰，远处慢慢的推移，秋水共长天一色，到了最后就分不清天际还是水边了。我跟很多画家和很多学画的朋友都说过，我们的眼里看到那些常人没有看到的美，那么这种美只有伟大的诗人或者特别敏锐的音乐家他们才能观察和体会到的。但是学画的朋友们呢，我们经过训练已经体会到了，所以我们也是很幸福。琴呢是心声，棋呢是手弹，就是手指拿了棋子儿在弹画。书画呢，一个是怡情的，一个是浅信的。范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二个作品跟音乐有关，我们看看其中的线索吧。哎，他们穿越千年而来，与我为伴。但是光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为同学们了。刚才您已经提示过了，除了美术我们还有音乐啊。我说漏嘴了。你已经叫做音乐方面剧透了。来猜一猜，穿越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跟音乐有关的乐器吧。乐器，我们说乐器。渔舟唱晚，那是古筝。还有没有对古琴曲有了解的？梅花三弄。猜中了，漂亮。其中的一个正确答案。还有没有想？再试试。高山流水。高山流水也是了不起的琴曲。那个酒狂呢，这一首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呢我听得多，因为我觉得它正好跟这个梅花三弄呢正好是两种不同的一种
情绪，有的是舒缓的，是生命的礼赞，有的是激越的，它是激情的迸发。我觉得正好今天我们就选了这两首来说说我的解读。是的，来吧，那我们先听一听，让我们有请古琴演奏者洪云霞带来《酒狂》和《梅花三弄》。酒狂和梅花三弄最精华的部分展现给了大家。您是在什么时候会听古琴曲？那时候还没有唱，没有那种光盘的时候，光有磁带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有一个磁带。我经常说呢，放古琴的时候来画中国画呢，它显得呢就是很协调。那么中国画呢也是写意写心的，所以我觉得放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自在。我记得那时候我放了一个叫广陵琴派的，叫张子谦教授，他上海音乐学院的。我听啊听啊听啊，他里面就有酒狂，有梅花三弄，有龙泉操。我记得我把磁带都快听坏了，就一直听一直听。后来我也跟好多朋友，我也是原来做教师做教授，然后我就跟好多同学都说，为什么叫琴棋书画？琴字当头，为什么是这？对呀、同学说，老师你说说啊。我说呢，琴呢是心声，心的声音，心声。棋呢是手弹，就是手指拿了棋子儿在弹画，而书画呢，一个是怡情的，一个是浅性的，一个是心性，一个是情感。那么，所以，琴排在首位，那是不是偶然的？另外呢，音乐呢，作为教育人的话，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这个礼乐，礼乐。除了这个制度以外，就是音乐来宣传这个理念，宣传哲学思想，是用音乐来打动人们的和推广他的哲思的。所以大家也多听听琴吧。所以我挺想知道，就是您画画的时候，创作的时候
会听到酒狂，会听到梅花三弄，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我听到酒狂，你感觉它是一个微醉的状态。实际上你细细读古人的许许多的诗歌或者词的话，唐人的诗，宋人的词，里面恐怕有一半以上都要谈到酒的。所以呢，这个酒呢，它确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微醺状态中激发了人的一种出人意外的思考吧，所以它就有好诗。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微醺状，站得住，拿得起笔，让他再来一遍，清醒的时候写不一定能写得出来。后来又写的，写没这么好了。他那时候正好才情勃发，我讲的就像一个机器在调试到最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再来一次就不是这个状态的。此时的王羲之就不是彼时的王羲之了。同样我们的画家也是，昨日自我不是今日自我，今日自我明日自我又不是今日自我，每个人都在最新的状态中，叫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的都是新的我，所以我们的艺术也是这样。如果说酒狂让您微醺，梅花三弄，您什么时候用这个作品有更深的体会？这个杨无咎呢，他这个是我们范家人的哦，他叫范端伯。他说你给我画梅花的四个状态，含苞的，预放的或者是初放的，盛开的，一直到将要落的。杨无咎就画了这个四幅画。从这个四梅花图里，我就感觉到生命的初始，生命的盛开和绽放，一直到生命的这个将落吧。绘画的魅力也在这儿，把一个过程停留在画面上了，让人们读了以后有更多的思考吧。至于这个音乐呢，他们说原来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东晋的时候，一位大将军，他叫桓伊，他除了打仗有本事以外，他还会吹笛子，笛子吹得最好，他吹的笛子就是叫梅花引嘛。结果有一次呢，就他在车行路过，那么船上还有一位著名的文士名士叫王徽之，两个人都听说过。然后王徽之呢就大概传达了个意思，我想听你吹这个梅花引。这个大将军就下来就吹了一曲，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就告别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魏晋的名士的故事，一个人想听，还有一个人就吹给你，听完以后不做交流。我觉得实际上他们从音乐中已经交流过了，故事很精彩。后来人们把这个笛子曲改成了琴曲，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三弄的大概的意思就有点像三叠一样，就是一遍它的主题曲一遍又一遍，那么就有一种音乐的重复。如果你看着这个画在听着梅花三弄曲的话，你可以多听几遍，你就可以长时间的读画听琴。其实我知道您在各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当中还有所涉猎，比如说很特别的一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刺绣。对对对，我真的还喜欢刺绣，而且我最初的工作啊，就是到了一个刺绣的研究所。这是什么？这幅刺绣啊，叫《西藏图》。因为当时我是20岁不到，我分配到叫南通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它就是以一个艺术品的刺绣为主打的一个研究所，成立很早，那时候叫女红传习所。我是画设计稿的，就是把那个画稿画到这个丝绸上，绸缎上。那么这一幅真的是我大概在19、20岁的时候
我描的。描的。哎，这个框架呀、树木啊、山石啊，就把它用毛笔描画在卷本上，然后刺绣工人把它刺绣出来的，就现在还在。当时呢，因为要熟悉刺绣的画稿，我们要画出来以后刺绣工人好做啊，所以我就学了2个月的刺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会双面绣呢。哎，我绣一朵小的花，两面都绣了。绣了以后，这个针脚是藏在里头的，你针总要有个针脚打个结嘛。然后第二次反过来绣的又把它盖住了。我看看您的手，手有点，你的手像绣花的手。绣娘的手可软了。他们不做家务的，不能做家务的，不洗碗的。真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讲出手啊，出手就是不同。而且还有一个别人讲，油性皮肤就不行，像我是油性皮肤，你绣完以后它就有点脏。嗯，它因为你总有点油在上面，哎，所以就绣有点脏。所以说呢，我学学以后，我想对我也有好处。第一，我要有细心；第二，我要有耐心，慢慢的画；第三呢，它要文气，要从容不迫。就是说到这个从容不迫，人们就想绘画、绣画。所以呢，把绘画和绣花联系在一起，我看也不是偶然。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扬做客我的艺术清单。秦时明月，诗词的苍凉与悲壮带给他无限遐想。四句的这种七绝呢，我觉得王昌龄是顶级的高手。琴韵悠扬，穿越千年，在创作中与他为伴。我把磁带都快听坏了。书法之韵让他共振到超越心灵的呐喊。老远的就看到严氏家庙碑。范扬的艺术清单马上揭晓。兰亭集序呢，确实是一种极致的美，它就像魏晋人物一样，风流儒雅，这个潇洒飘逸。很多了不起的画家，要么叫癫，要么叫狂，要么叫痴，要么叫愚。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先给大家来看看线索吧。这是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三个作品，它是新生与艺术的呐喊。对，中国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有了不起的书法史。我个人更喜欢，这一件行书，因为它表现了一个书家真性情、真情感，而这种情感呢，是迸发的，所以反映在他的书法的行气里面，就显得特别的起伏跌宕。了不起的行书，天下第二行书。对，是那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祭侄文稿说明我们这个现在的同学都还是很有素养的。我最喜欢这件作品。哎，我觉得我个人啊，我甚至比喜欢王羲之的那件兰亭集序啊，我更能打动我的心。兰亭集序呢，确实是一种极致的美，它就像魏晋人物一样，风流儒雅，这个潇洒飘逸。那么当你看到颜真卿的祭侄稿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呦，那种内蕴的力量，那种雄厚，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写书法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已经不考虑笔法这个章法，只考虑的是情绪的宣泄。那么艺术最终的目的直接达到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件作品，我也临过很多遍。23行234个字，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纪念自己的侄子在安史之乱当中以身殉国的颜季明所写的祭侄文稿。
其中有这个园开楚门，楚门即开。后来我为了这个，我专门去了这个楚门关，我还专门去画了一张楚门的写生，就在河北，在石家庄鹿泉。你看这个稿子啊，涂涂改改，涂涂改改，完全是情绪的宣泄。一开始写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职务职称嘛，还比较平和，再写到后来越来越激愤，而且呢，你细读以后，他还有这个吹敲字词啊，什么很精彩。原来你看叫父献子死，原来写的父亲就是季民的父亲，就是他的哥哥颜真卿的哥哥，是当时好像被抓住的。他写了个父献子死，写的时候确实完全是情绪化的，很了不起。我最喜欢这个行书，说他是天下第二行书，我的心目中天下第一。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对，天下是吧？这就像一个音乐，它有起音的时候，有高潮的时候，有结尾的这个节奏。哎，节奏真的，你这个不由得想起了音乐吧，动人心者莫乎于情啊。对，了不起。说到这幅作品《掩体》，您给大家讲讲吧。字品如人品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从小大部分人都练言字，我也练过言字，它特别的方正，特别的雄强雄壮，说明了颜真卿的一种内在的性格，最后他也是以身殉国的。我记得我去西安碑林，多少历代的书法的碑刻在那边，老远的就看到颜氏家庙碑，很多字帖它在上面以后都是黑的，只有颜氏家庙碑呢看起来是白的，因为它的线条特别的粗壮，整个这个碑刻它在上面特别的跳出来。颜真卿他是开一代新风的，言字有很多字啊，它是朝外面鼓起来的，两边啊鼓起来，就像个气球一样，吹了以后它元气充沛，它就是往外胀开的。所以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读字读贴写字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内在气的一种充沛和雄强。所以这个人无论是为人为官，这个书法等等，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值得大家学习。颜真卿真的是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刚烈的故事，也有很多书法作品当中蕴含着跟创作者很有趣的故事。米芾的作品，对对，哎，我也是我喜欢的，会画画，有性格，会写字，爱干净，爱干净，有洁癖，这是他的一篇很著名的字。他说这个苏东坡呢，就拿了我的紫金砚去不还，就拿了拿走了，叫他的孩子呢，叫他是随葬，说我今天又把他拿回来了，不同意，哎，我不同意随葬。这个既表达了一种跟苏子瞻的关系，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有这种跟苏东坡的亲近的感觉在。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手札呀，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厚的。这个米芾呢也是非常奇特的个人，他还喜欢石头，他还喜欢收藏，见石变败，他就这样，见石就变败。你要叫石葬石兄，包括他也是拿了人家的画，拿人家的收藏。我记得是记载是这样说，他在一条船上，他说你这个要不给我，我就跳到河里去。等于喜欢到了极点了。我觉得人要有癖吧，对吧，要有一个嗜好，要有一个癖好，说明有真的性情。另外，所以人们呢就叫他叫米癫。对，说很多了不起的画家要么叫癫，要么叫狂，要么叫痴，要么叫愚，要么呢，你看啊，这个从王羲之开始叫画绝、才绝、痴绝，
哎，然后米芾呢叫米癫。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它的好在哪里，美在哪里？嗯，曾经皇帝问过他，他说你是怎么写字？他说我是刷字，刷字的。刷字，这一个刷字，不简单的是一个动作，而且是他的一个心态和状态。你看，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每一个线条，它都是送到头的。虽然他自己说自己像刷字，但是他并不是扫出去，就不回来的。所谓这个无往不复，无垂不缩。嗯，凡是垂下来的，最后还要有一个提往上提的。提的。哎，就像我们看，高手打太极的，他每次送出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回劲，回来的劲。你看，哪怕他的线条再细。你感觉他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道，你看那个柱子，这个单人带上去的这个连丝的字，而且他画得好，画那个云山，所以叫米家点嘛。后面的诗人，后面的画家都是用的米氏点或者米点，哎，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啊，创造一种技法，马上就能够。存之于世，米氏云山。米氏云山，而且他的手法叫米点，很有意思。画的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很现代的手法，并不复杂，但是却能表达感觉和表达直觉。我问您一个外行话行吗？但我一直想问，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颜真卿的纪实文稿，包括这个米芾的作品，这个章。盖的时候有规矩吗？哦，这个很多后来是收藏的。哦，这是收藏者盖的章是吗？最喜欢盖章的是乾隆皇帝，其他人盖在边上，就皇帝可以盖在书法上。盖完以后，我们看惯了以后呢，倒也好看。他有什么章法没有？他有一点边呢，后面你看宣统盖的。他就没有打在字上面，乾隆呢气派大一些，直接打在头里。哎，这皇帝他也有自己性格的，你就从盖章也看得出来。原来是历代的这个收藏者。那是肯定的，收藏家要留下自己的痕迹。对对对，成为他的一个标签，一个个性的体现。您常说以画入书。对，我经常听别人都说我们叫以书入画，但是呢我提出一个说法叫以画入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画家呢跟书法家一样，都是用的笔墨纸砚，然后书法家呢又有造型上没有问题，所以对书体的机构呢它会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你看，尤其是宋以后，唐宋以后，差不多50%的大书家同时是大画家。苏东坡大画家，米芾大画家，倪云林大画家，大书家，赵孟俯等等等等，一直到我来想想扬州八家也好，金龙也好，郑板桥也好，八大山人徐渭，所以我提出这么一个看法，我说不但要以书入画，还要以画入书，以画家的眼光，他的创造性，他对笔墨线条的理解，来注入书法的一种进程和进展之中。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写字就是画画，画画就是写字。最初的时候以图画记事的，再开始后来渐渐推广以后，也是左图右文，翻阅山海经的时候都是有图的。所以我们在绘画的创作中，在书法的推进中，我提出来以画入书。当然以书入画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我让大家再想想，如果同学们有空的时候打开中国书法史的图录，你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画家创造了
和推动了中国书法史的进程。嗯，那接下来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来看看线索吧。它让我参透绘画中空间规则和物我观想。我来说故事的谜底吧。您来说，您来说。我特别喜欢的还有一位画家叫王蒙，他是用的皴法叫牛毛皴。其实王蒙的书法也很好的，只不过不以书法名士而已。他画的一张画叫《巨曲灵屋》。巨曲呢，就是太湖。大家看，现在展现给大家的就是《巨曲临屋图》，乍一看啊，我觉得不知道往哪儿看。对，因为它特别的满。朱迅说的很好，他说：“你看这个满满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构图的奥妙之处。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构图。你看它的右上角还有太湖的波浪。”右上角巨曲临屋题字的这个地方，那也是画的湖水。那么近处呢，也是画的湖水。这个湖水勾的纹样呢，大家注意，很有意思，像一种鱼鳞纹，就像这个小船一走进来，它这样带点放射状的，这样波浪沉沉的推开。这是画的一个秋天的景色。灵屋山的山石呢，长得很怪。我们经常讲的太湖石呢，灵屋山就在太湖里面的一个小山。我就专门去太湖做过写生。我们讲观天地之大的时候，仰光俯察，俯察的时候，哎，它就是这样的构图。后来呢，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就参与了我们国家发行的太湖邮票的设计。那次去灵屋山就是为了设计邮票，我去的。邮票虽然小呢，他们讲它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嘛，而且它是一个有价证券。是的。我当时就是为了画太湖邮票，我就去写生，就体会到了王蒙画这个太湖。王蒙笔下的太湖跟我们眼中的太湖也不完全一样。我就想，哎，古人他画出了一个秋天的太湖的风貌，那么我们去画太湖，我怎么画呢？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我的图稿，我们先看看图稿，我们然后再来说说我的想法，我受到古人的启发，我是怎么去画太湖的。对，这是图稿之一。图稿之一。一个邮票它要初稿、原稿、定稿、审稿非常的严格。我画的这个是叫元祖春涛，它邮票的设计有讲究。我画的五枚，其中就有春夏秋冬，这是第一枚，叫元祖春涛。你看我画这个水面的时候，我也想到，你看王蒙他是用的鱼鳞纹这样勾的，他这个呢，是有微风细浪的时候的感觉。我画的这个呢，我当时想的这个水面啊，它就像一块绸缎，这样轻轻的掀动以后，它就起到了一点点这种皱褶吧。我画的春天，所以要画桃花。再后来呢，我们要画一枚小行章邮票的设计，我讲讲邮票的姿势。我们这个叫特种邮票，小行章呢是比较大的一种。过去呢有2元、5元等等，后来就改成了500分。那么我画的这一枚小行章叫做包运吴越，是无锡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景点。这是我的第一稿，我画的叫渔舟唱晚。有一条可以这个说给同学们听的，就是在我之前这个叫5元，从这一枚开始可能要国际化，就叫做500分。邮票以后大家有机会也要参与设计。我跟好多朋友说，你画一张画不一定能载入中国绘画史，
和中国美术史。但是如果你设计一套国家发行的邮票，你必定进入中国的邮政史。这就是，这倒是真的。所以大家不要看虽然小不能忽视，还要重视。从古画当中接到国家任务之后，对对，画的就完成了属于您自己的一个创作。在您的理解当中，小邮票怎么去释放大大的这种文化的魅力？真的是方寸之地。这个比方讲，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的国际邮展，所以呢，你不要看一枚小邮票，它要做成一个邮册，做成一个展览的话，这个里面呢，就你就知道了民族、地域、历史、人文，种种种种知识。另外呢，加上了设计者的设计以后，它确实能给人们带来的东西是很多很多。范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主题为超越，对，您怎么理解超越？但又如何超越自我，创新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时代的艺术，哎，你问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你看，我们刚才拿出的这么经典的作品，书法的也好，绘画的也好，都是那个时代的高峰和顶峰。对。那么我们要完全的一步一趋的话，他步一步，我去一趋的话，不容易跟上。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最强硬。而我们呢，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是一个文化自信、伟大复兴的时代。那么我的画呢，我正好是比较雄强的。我们这个民族呢，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走向强盛，我就合拍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这样的画家，为时代呼唤，为山河立壮。范阳，我的艺术清单，学古不泥古，我们期待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峰作品。再次感谢范阳老师，谢谢。谢谢周迅。谢谢。谢谢您。朋友们，再见。再见。运动员他们追求一种卓越，追求那种高峰体验，那么同样艺术家也是一样，我们也追求业务上、专业上的卓越。写的时候确实完全是情绪化的，很了不起。我最喜欢这个行书，说它是天下第二行书，我的心目中天下第一。我们在绘画的创作中，在书法的推进中，我提出来以画入书。您看，我们今天真的是看了范阳老师好多艺术作品。对对对，你们拿两本去翻翻。如是我闻，世事会。这个如是我闻呢，实际上是《金刚经》的第一句。我们精神上有精神上的崇高和出世，但是我们接触社会的时候，又是入世的，所以关心着周围的发生的人和事情。我觉得我也会用我的画笔记录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和这个时刻。我是真正的现代化。